正蹬的练习，正蹬腿的练习。好，我先演练一下正蹬腿的练习。对，蹬出去，快蹬快收。好，蹬出去，快蹬快收。好，我们先解析一下这个动作。好，是首先先提膝勾脚，提膝勾脚。好，上身微向后蹬。对，下面脚微转啊，来提膝，好，勾脚，下面微转，对，上身向后蹬出去，发力点在你的整个后脚掌，发力点在你的整个脚掌，对，蹬出去，对，它的着力点就是在我的整个脚掌上面，那我蹬出去有力，有力蹬出去，对，上身可以向后微仰。好，我们再做几遍示范动作。这个示范动作，我们的击打部位主要是的腹部和裆部。好，来我们演示一下。好，当对方要往前进攻的时候，蹬出去，腹部跟腹部。好，它可以，我们女生可以柔弱的时候是蹬裆部，用脚后跟，用脚后跟，裆部，直击裆部。对，好，我们的演练完毕。就是正蹬腿，那除了正蹬腿，我们还有一个蹬膝裆部的练习，就是前撩腿。那前撩腿比前蹬腿的那个动作微简单一些。前撩腿是一只脚左脚上步，提膝绷脚，直接弹腿。好，回收。好，来一遍完整的动作。提膝弹腿回收。对，双手自然握于胸前。好，提膝弹腿回收。对，提膝弹腿回收。对，再来一次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示范一下。好，我们的蹬膝裆部的腿法，提膝直接弹腿回收，提膝弹腿回收。好，弹腿的动作演练到这里。